今晚《明日之子》赛道升级战将继续加码。在昨天曝光的预告片中，我们看到盛世魔音赛道新推官华晨宇因为不舍心爱的选手离开而痛哭，看到哗哗流泪的场景，大家纷纷表示好心疼。我参加过比赛，我知道比赛的感受。在我心里面，你们两个就是最牛的。有过同样的经历，必定感同身受。花花早在赛前就表示，会尽力为自己挑选出来的每一个选手保驾护航，会给予他们最大的帮助，给予他们最大的希望。然而现在面对淘汰和离别，自然是无限伤感了。那如果遇到你特别欣赏、特别心仪的选手的话，会做些什么来为他保驾护航？首先我会选择他，然后我会很深入的去了解他的风格，然后。结合我所这么多年学来的知识和自己的经验，把他的风格最大化。对，因为我还是希望这个人是独特的，因为我如果这个人是我喜欢的，那他一定是独特的。对，所以我一定要让他把他独特这一面给最大化。因为花花的保驾护航，我们才看到了盛世魔音赛道的妖魔鬼怪。走到现在，每一个人的实力都值得被认可，而舞台就是他们的最好证明。让我们一起期待他们的表现吧。